今天这一期给你们分享几个成都的时尚博主们都喜欢逛的买手店，悄悄告诉你们，我平时穿的很多小众品牌都是从这些地方淘来的，非常适合不想撞衫但是预算又有限的老婆们，一起来体验一下五一假期成都人的快乐吧。欢迎来到成都。第一家 Look Now 真的是我身边很多很多博主都在逛的， Amy、 Nanushka、 Low Classic 这些平时只能代购的小众品牌在这里你都能找到，二楼一层都是特价款，这两个好可爱啊，哪个更好看？好可爱。下一家是成都的本地老板开的一家高级时尚买手店，店里的线条感很强，风格更加偏现代化，服装也会更加有设计感，并且暗黑风也会更多，不会搭配的老婆们还可以去找 sales 帮你们搭一搭。这一家哈，你们真的可以去给你们那些朋友调一下，毕竟马上就是20了对吧，还是要对他们好一点噻。而且这一家真的非常好出片，无论是在二楼的露台，还是说在楼梯间，或者随随便便找一面镜子拍，它都很好看。最后这一家是有点类似 Outlet 这种集合店，品牌大多也是一些潮牌，折扣真的低到吓人。我之前买一个外套标价3000多，买下才400块，而且这家是自助购物，你完全不用担心在买东西的时候一个 sales 一直跟在你后面，简直就是社恐人士的福音。这种就很适合现在夏天比较清凉的一字带。哇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是可以拿出来的？不行，这家店东西真的多是多，但一定要需要你们好好耐心的挑一下。木木花絮奉送，你都会不会写一读本？看到视频的你们，今年都会发。下一期想要看什么，就在评论区里面直接告诉我哦。爱你们，拜拜。